一个小的枇杷樽，它这个青花烧得发黑了，已经。康熙的啊，康熙一样有那个高把节的，这不是道光的，一定是康熙的。画了几个侍女在官画，你看。二层台双窗，这是那有火烧红的，元璋元就的，这是康熙晚期的。莲瓣倒水有梅花，冰梅图那里是画的都变了样了，小小的一个枇杷樽。青花都变黑发黑了，你看。二层台，有火烧红了，看到没？二层台。他那个火候啊，把握的不好，造成这样的情形。小小的，